小小豹子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玉良田边上演一场关于农民的庆典。平静的百年村落因进贡稻米声名鹊起，古老的农耕文化在图们江畔世代相传。天地长白之小村玉良田即将播出。今年78岁的朴金浩老人一大早就从仓库里找出了父亲曾经用过的豹子。父亲去世后，豹子就一直被保存在朴金浩老人家中。朴金浩每每想念父亲，都会把豹子拿出来看看。这个硬木制作而成的工具，表面上看起来很普通，和其他的豹子没有什么区别，但豹子本身的裂痕和豹刀泛起的锈迹，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主人和他曾经发生的故事。传由中国古代工匠鲁班所制，是木匠用来刨平、刨光、削薄木材的一种工具。这样一种工具怎么会和玉良田有了联系？我们的故事要从朴金浩父亲朴云鹤的一段经历说起。从光绪年间开始，朝鲜的贫穷饥民为了糊口活命，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图们江，偷偷种水稻。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形成了村庄。全平田野上面的村落名为全平，这个地名沿用至今。照片中这位身穿朝鲜族传统服装的老人就是朴云鹤。这张照片是朴云鹤在自己的花甲宴会上拍摄的。1935年，朝鲜中清北道青州郡的农民朴云鹤渡过图们江，在全平村安家落户。在村子里，朴云鹤除了种植水稻外，还经常做一些木匠活来贴补家用。和朴云鹤一起渡过图们江的还有崔鹤初。由于关系不错，所以两家住得很近。为了开拓新生活，崔鹤初
开渠引水，种植水稻。有着丰富经验的崔鹤初发现，多年来延边地区传统的老式散种法不光产量低，稻米的质量也不高。酷爱钻研的崔鹤初暗下决心要攻破这个难题。一个雨天，没有外出务农的崔鹤初坐在房檐下，窗户上的油纸给了崔鹤初很大的启发。崔鹤初这个农民呢，他发明了油脂保温育苗法，他自己不会木匠，这里需要人家帮忙，这里找那个朴运河，他们通水人，因此呢，这个朴运河呢，用自己的刨子，这种木匠工具给他帮忙做木框。为了制作育苗模具进行实验，崔鹤初找来了朴云鹤。在崔鹤初的指导下，朴云鹤用手中的刨子制成了一个方形的木质模具。模具做好后，朴云鹤又糊上刷满豆油的窗户纸，透光的苗床就这样产生了。据了解，由于东北地区气温低，在育苗期时常有秧苗被冻坏的事情发生。这个方形模具铺盖在苗床上，阳光透过油纸把热量传递给秧苗，这样一来苗床内的温度大大增加，让秧苗在寒冷的初冬也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促使稻苗快速成长。全凭田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土地肥沃，降雨量充沛，水质为未受污染的天然矿泉水，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适宜种植水稻。这里生产的稻米颗粒饱满透明，做出的米饭香甜可口，粘性大，营养丰富，远近闻名。从1918年开始，全凭村里大量出产的大米惊动了官府。1919年的4月，延吉县出台了《延吉县种植水稻执行章程》。此章程规定，任何人不许侵犯种植水稻农民的正当利益，违背者应赔偿其损失。从那时起，延边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种植水稻的热潮。当年朴云鹤和崔鹤初家的田地都采用了油脂保温育苗法种植，比别人早一个节气插秧。传统种植的稻子刚出穗时，他们的稻子就已经低头了。到了收获的季节，崔鹤初和朴云鹤两家喜出望外，看着地里金灿灿的稻米，不仅产量很高，而且米质也很好。崔鹤初和朴云鹤成为全村人羡慕的焦点。全新的育苗法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丰收的消息传到伪满皇宫，小村的命运将有怎样改变？天地长白之小村育良田正在播出。全凭村培育出水稻良种的消息像风一般传开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学习新的育种法。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伪满皇宫，御膳房的工作人员立即来到全凭村进行调查，并带走崔鹤初种植的大米进行验证。在伪满皇宫同德殿后身有一处圈楼，是溥仪举行宴会和娱乐的场所。西侧有一栋青砖平房，是专供溥仪饮食的茶房和膳房。
为皇宫的膳房分中膳房和西膳房。中膳房有白案和红案，白案专做各种主食，如米饭、面点；红案专做副食，如煎、炒、烤、炖等。这个时期，溥仪的御膳排场远非紫禁城时期可比，但他对于饮食的要求却毫不逊色。溥仪平日喜欢吃米饭和粥食，尤其偏爱大米和小米混合在一起煮的粥。对饮食极为挑剔的溥仪，常常因为食材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而对服务人员大发雷霆。催贺初种植的稻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据检测，米中蛋白质、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含量远远高于普通大米。溥仪品尝后赞不绝口，从此以后，溥仪的三餐都没有离开过全平村的大米。就这样，全平村的大米正式走进了围满皇宫的大门。1942年，崔贺初应邀来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受到伪满洲国农业大臣的接见，并得到了当时的货币1000元作为奖励。同时，伪满洲国赏给崔贺初1000平方米水田，作为溥仪御膳大米的主要供应地。御粮田由此得名。一直生活在御粮田边的朴京浩老人看来，父亲朴云鹤留下的豹子因为御粮田的存在而显得尤为珍贵，捧在手中反复抚摸豹子，在朴京浩老人的手里仿佛是一件稀世珍宝。老人的脑海里浮现着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豹子记录了御粮田边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也将和老人一同守望着家门口的御粮田。延边博物馆专门设置了朝鲜族民俗展厅，这里摆放的物品大多都是群众自愿捐赠的，大到犁杖，小到镰刀，都是延边地区朝鲜族居民世代相传的物件。在这里，朝鲜族农耕文化与传统民俗文化得到充分融合。作为朝鲜族农耕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传承，博物馆里也珍藏了和御粮田有关的事物。据介绍，这件蓑笠曾经是崔贺初在耕种时穿过的，大大的草帽和用蒲草编织成的衣服，我们仿佛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崔贺初雨中耕种时的场景。春天翻耕播种时使用黄牛，其他农活一律用人工操作。为了防止动物的侵扰，在御粮田周围搭起了篱笆。秋天收获的季节，崔贺初组织精干的农民收割拉地，并选出手巧纤细的妇女脱骨晾晒进行加工。御粮制作要求极其严格，首先要把稻谷薄净晾晒，用10年碾出大米，然后动员全村未婚姑娘把大米放在玻璃板上一粒粒地挑选，不得掺进缺角或者稍有变色的米粒。挑选后装袋密封，然后把精心挑选的大米作为贡品送到围满皇宫的餐桌上。悠悠这。
恨之含家己，我你也无人把他的那个。玉良田所在的全平田野，地处东经129度45分，北纬42度44分的长白山东麓，东部与朝鲜隔江相望。全平村一年四季分明，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143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当地的水稻种植提供了充分的保障。1000平方米的玉良田，如今划分给村民郑一南种植。除了玉良田地块外，郑一南把玉良田周围的300亩稻田全都承包下来。虽然现在从种到收全都是机械化操作，但守着玉良田，郑一南不敢马虎。在他看来，玉良田是一种精神，也是一个标准。他要保证自家稻田里产出的大米全都具有玉良米的品质。郑一南说，全平村土地肥沃，再加上今年风调雨顺，自己承包的每一亩水田产量都不低。郑一南感谢上苍对他的眷顾。正赶上收获的季节，郑一南的收割机每天都在地里忙碌着。为了提高收割效率，郑一南去年购买了这台收割机。自动化的机器能把田里的稻穗变成稻米，直接装进袋子里。按照这个速度，郑一南家的水田还有将近15天才能收割完毕。小村里有了玉良田，让郑一南和其他村民都感觉万分自豪。村民们也因为玉良田的存在，丝毫不敢放松对农业生产的要求。以曾经的玉良米做标准，所有村民都希望自己种的大米是全村最好的。全平村因为玉良田声名鹊起，所以村民们很希望能有一个属于玉良田和农民自己的节日。以前的우리조상님한테들은이야기와현대이런민족이런민속전문가들은같이앉아얘기를하는가운데백종절이라는이런아주우수한이런명절이있었다는걸알게됐습니다그래서이명절에이명절을두고민속전문가유관부분의부분과협상한결과오늘과같은농부절이탄생하게됐습니다朝鲜族农夫节起源于1000余年前起流传在朝鲜半岛的百种节。礼记中记载，百种似白骨之种之神也。在朝鲜族民间中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在远古时期，玉皇大帝来到人间，不知何故想要惩罚人类，便召见主管风雨的乌龟神，吩咐道：你要让今天晚上刮起狂风，下3尺半深的大暴雨。这句话恰巧被放牛娃白种听见，他感到大事不好。等到玉皇大帝升天后，他学着玉皇大帝的嗓音对乌龟神说道：我改变了主意，你让今天晚上刮微风下小雨。乌龟神听从了这一命令，于是人们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放牛娃他想了，我违背了玉皇大帝的
这个命令，余杭大姐可能处罚我，他呢自己呢先投海自尽。然后就当地农民一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非常感激白宗这个方六娃。但是他死的这他自尽的那日期就是阴历7月15日。后来人们为了感激白种的恩德，把白种去世的农历7月15定为白种节加以纪念。2009年6月，盛行于龙井市开山屯镇全平村的朝鲜族农夫节，被吉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百种节习俗之一的朝鲜族农夫节，是中国朝鲜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今，主要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地区传承并得到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每到农夫节前夕，全平村都会以民主选举方式评选出当年在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一名农民，命名为育良田状元，还会选出在水田、旱田、畜牧业生产等方面成绩突出的农民，授予优秀农民称号。农夫节上要选农夫状元，我们汉民族已经失掉了这样一种传统了，但是他们还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农夫状元在选的时候，非常奇怪的是，倒不一定是朝鲜族本身，只要你是这个村屯的人，哪怕你是汉族，只要你敬老爱幼、勤劳勇敢、忠诚有爱，人们也可以选你。而且一旦选上农夫状元，就要用轿抬着在一个村子里走一圈，让大家都认识你、都崇拜你、都尊敬你。被当上状元的人呢，决心呢，今后自己搞得更好，对不起大家对我的希望。而且大家广大农民来说，要把状元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祭祀农神，全体村民期盼一年风调雨顺。小村评选育良田状元，又将花落谁家？天地长白之小村育良田正在播出。一年一度的朝鲜族农夫节又在育良田边上演了。村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早早的就忙活起来，穿戴整齐的朝鲜族妇女把供桌抬到指定位置，负责摆放祭品。祭物包含猪头、明太鱼、白酒、果品等，祈求今年能有个好收成。小伙子们则开始装扮花轿，因为一会儿育良田边就要产生一位新的种粮状元，状元要乘坐这顶花轿去接受村民们的祝福。农神祭是农夫节庆祝活动的主要项目，旨在祈求村民身体安康、庄稼丰收高产。祭祀的祭官们都是从村民当中选出的，祭官身着道服，头戴黑笠，要求为男性，而且正值壮年。祭主头戴橙子冠，一般由村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今年农神祭的祭主是曾经的种粮状元。育良田边一棵树龄超过200年的耸天杨树，一直被全平村的村民们当作农神白种正气所在的神树。这棵杨树将会成为村民祭拜的对象。农夫乃天下之大本也，啊，举着这一个旗，后边人跟着这个抬着猪头啊、猪爪，那么来供天神和地神，
感谢天神地神给朝鲜族带来了风调雨顺和丰收。祭主喊声刚落，两位朝鲜族妇女把摆上贡品的饭桌抬到祭主站立的位置。接官一站，祭官们排成两行，漫步行走到祭物桌前，随后点燃香枝，祭官们遵照祭主指令，同时跪在地面上，向神树祭拜。朝鲜族农民崇拜自然，利用自然，又力争改造自然。如今，农神祭成为全平村的村民们期盼丰收和安康的一种民间活动。在玉良田状元的评选活动中，郑一南凭借实力如愿当选。以前都是看着别人坐在轿子上，自己只有羡慕的份儿。当自己被乡亲们抬着走街串巷接受祝福时，心中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明年郑一南还要继续加油，争取蝉联玉良田状元称号。这里是崔贺出家的老宅，由于长时间无人居住，加之年久失修，房屋破败不堪，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显得安详肃穆。透过沧桑的记忆，老宅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这里曾经的主人和玉良田之间发生的故事。过不了多久，在老宅的原址将会建成一座崔贺初纪念馆。届时，纪念馆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玉良田边发生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朴敬浩老人说，崔贺初纪念馆建成后，他要在第一时间把父亲朴云鹤的豹子送到纪念馆里来，因为豹子承载了老人太多的关于玉良田的记忆。时至今日，全平村这个图门江畔的小村落完成了久远的农耕文化的传承，它把朝鲜族农耕文化与民俗文化交织在一起，保留在今天，传承给未来。Sahanji hamkan